委员瑞雄质询，询答时间30分钟。院长，我请我们行政院，我们张院长，请张院长，请我们陆委会夏主委。哎，庄委员早。一定我早。我看你这几天哈，每一位委员上来啊，就开始问你，这个看守剩下不了多少时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能做。我想你感触也非常多了。在我们夏主委走上来之前啊，我倒想再请教我们张院长，就是说，我想请教张院长一个问题啊。张志军其实也到我们国内来过了啊，夏主委你也到中国大陆那边去了。可是我看昨天啊，本院的同仁就是所贵党所属的立法委员也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就邀请达赖喇嘛到我们台湾来做一个访问，这个让我有很深的一个感触。所以我来请教我们，先请教夏主委，主委，你认为达赖喇嘛跟张志军两个人在国际上的人能见度，还有我们国人同胞对这两个人的喜好度，哪一个人比较强？喜好度哪一个比较强？我想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这个知名度能见是完全是超越张志军，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嘛。至于说在国人的心目中，达赖喇嘛是一个宗教的精神领袖，所以我们讲也是比较地位比较崇高。我相信你这样的一个在国会殿堂这样一个讲话，跟国人同胞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呢，这个政府，你们这个政府就奇怪了，我就要来请教我们张院长了。夏主委刚谈到了。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国人对他的喜好度，那强过张志军不晓得几倍了。那我请教张院长，你对达赖喇嘛到我们台湾来访问这件事情，你的态度是怎么样？达赖喇嘛过去已经来过台湾3次嘛，对不对？是啊，来过3次啊，再来就被你们给禁足了。我不知道我们有把他禁足的事情。你现在是院长啊，你的看法如何？他没有提出申请啊，怎么叫做禁足呢？哎呦，达赖喇嘛一直想到说我们台湾来啊，有多少的团体啊，曾经啊去邀请他，就希望他可以到台湾再来访问，他表达是开心啊。所以张院长，我知道敏感，可是总是要面对嘛。反正你存八十，你现在到520剩下几天啊？你留你存几天？没有几天了。那没有几天，总是要有几天，没有几天，几天？你这个最后关灯的人，几天？你要算得很清楚啊。80几天。80天呢？80天其实可以做很多事啊，院长。也可以做很多事，可以去突破的。马总统胆敢任命你当行政院院长，你胆子就给他大一点。该做的就放手去做，不要马总统到外面去。哎，一定，总统当时要去处理，你知吼？20几号？3月份嘛，吼。所以你马上想想看，我们这个总统想到什么地方去，爱到什么地方去，他也不管你反对，他就要走出去了。可以，他当然可以走出去。他可以走出去，但是同样的，在国际上享有声誉，国人同胞也热烈欢迎他可以到国内来访问的达赖喇嘛，我们不让他进来。你到现在还没跟他说你的看法呢？我刚才跟委员报告说，只要有单位出面来申请，我们就会作业。作业是什么意思？ Yes 跟 No， 那嘛拢答案的，要有答案啊。作业的结果就是有 yes 跟 no 两种可能，但是
这个作业的内容要看他是什么单位申请来台湾做什么事情，对双方都有利的话，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他来啊。那院长，你可不可以表达一下，你对达赖喇嘛他如果提出申请到我们台湾来访问，你的态度是 yes 或 no？ 刚刚跟委员报告说，看来的目的跟什么单位申请，他来了，双方有利的话，我们他来的目的，院长站在我们政府的立场，很简单，他来了。如果今天是夏主委干行政院长的话。我看他考量的可能是这个人的能见度，到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到台湾来，台湾的能见度也跟着提高。但是呢，可能你这样的一个答话，让我感受到的，你的立场可能跟我们现在国人的看法是不一致，而且那个立场有一点对立哦。应该不会吧？上一次，你知道你的前一任谁拒绝他过来吧？我的前一任怎么样？我没听清楚。你的前面的头前的院长，你敢不知道什么人捌拒绝你来？我不清楚。不清楚哦。夏主委这部分敢算你？报委员，这个达赖喇嘛在过去几年并没有申请，我们没有接到他的申请的案子。而过去在早一点的时候呢，他曾经我们有邀请过，很早的在9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邀请过他，可是他自己也顾虑到。对于这个他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也曾经不来过，所以我觉得，所以结论，所以达赖喇嘛来不来要看是不是主客两遍的时间。我知道结论了，你们的结论就是说，只要达赖喇嘛有提出申请，我们的政府是开放的，我们表达是欢迎的。两位可不可以有人敢胆敢这样子很勇敢的这样讲出来？我们是开放，就是意思说我们是接受申请，而且我们不会用一些奇奇怪怪的政治理由去卡他，该请他来就让他来。您到底院长，您到底是在行啥会啦？中国的立场我们很清楚了，只要达赖喇嘛踏进我们的国门啊，到台湾一步啊，他就认为这叫分裂祖国啊。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在想些什么，但是院长我是要跟你讲，你后壁剩80天尔，免遐惊。80天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啊，行政院长的权力很大。我没有在怕说这个事情80天里面该不该做。你会不会担心？已经有既定的程序。你会不会担心嘛？你刚才嘛阿北给他具体给他回答。我刚刚已经回答委员了，我们有程序，照程序跑，我们不会刻意去阻挠啊。不会刻意阻挠哦。对。那可不可以表达欢迎？我们国人同胞这么喜爱他，达赖喇嘛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又这么高，到我们台湾来。对台湾的形象只有加分呐、啊，会生气的，我告诉你，只有一个啦，中国啦。我要帮你讲答案呐、啊，你拍谁供你嘛？你行政议定嘛？但总是如果人家提出申请，你要有一个态度嘛，跟民众的想法是不是一致嘛？还是你有过多的政治考量？你有太多的政治考量，我也不意外。但是你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开放。跟委员讲了，开放，我们程序上面。就照程序来走，然后不会有刻意阻挠的这种心态在里面。一定，非常谢谢你了啊、哦！这个其实这个答案也很接近了啊、哦。那我想，这一次3月份我们马总统啊又要去出访了啊、哦。马总统上任到现在出访了几次啊？请外交部部长说明一下。外交部部长，跟委员报告啊，这个马总统出访12次，12次哦，那可能会有13次嘛，哦，看来会第13次要成行了。我想马总统这次到拉丁美洲去，我想是应该是在任内，我想应该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我看也该最后一次了。总统有办法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去，尤其是邦交国去走那么一趟，在我个人看来，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哪怕你把它当成是一件坏事，马总统他的个性，他也不会去听你们的。我想这个是好事了。其实对，我想外交的事情是
超越蓝绿了。我想这次总统出访，我想对于我们巩固邦交应该是有相当大的效益。我比较在意的就是说，我们的总统他出访了以后啊，那个到底有没有带着支票本出去？哦，没有。看到他喜欢的就支票就这么一开，嘿，张院长，咱总统哪去外口支票一直开开开的上垃圾。我跟委员报告哈，马总统出访这么多次，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承诺。我问你啦，我就要问一定了。您说担心他出去开支票？对呀、啊。我觉得以马总统，快要卸任的这种状况，马总统应该会有足够的认知，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嘿，我跟你讲，我跟你休书，你的想法可能是错的。去年哦，瓜地马拉的总统啊，莫拉莱斯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啊，他曾经去承诺说，当选后啊，要让每一位老师啊带上 GPS。他的想法我不懂，他说我要防止他们的教师旷职，这个奇奇怪怪的想法。这个总统在瓜地马拉接受度很高，他也承诺呢，要给每一位儿童一部 iPhone。 一定我现在还了啥？还了这个马总统去到瓜地马拉了，回来了那支票还签一大堆 iPhone， 那些学生啊签一台，刚好我们政府来买单。部长，干杯。我跟委员保证绝对没有这个事情啊，绝对没有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没有，绝对没有这个事情。也就总统出访跟任何的原政案都没有直接的关联。总统出门，你跟他说跟对外任何的援助都没有关联，没有啊？你骗我三回，我丢你这样子骗大家三回啊？没有，总统出门呐、啊，为了彰显他自己是老大，到任何的地方去啊。国跟国之间呢、啊，任何的一个援助啊，这边偷小享后的机会啊。报告委员，我要请问院长啊，在哪签等啊？这条小圣上哎。报告委员，我想啊、哦，这个我刚才已经跟您报告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以一个为政者的这个该有的认知，应该不会做这个事情。当然，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会不会发生也不知道。那个，我还以为你跟我讲说。总统如果签一张支票，给瓜地马拉所有的儿童一支 iPhone， 可以巩固两国的邦交，你是乐见其成。你现在跟他说一堆，我说听不？各委员真的没有这个事情。过去这七年多来，其实马总统坚持的员外三原则，我想是非常的清楚。所有的原政计划，这条你就特别负责。所以会这一笔账啊，如果马总统万一啊一时手痒要签下，你要特别把他的手拉住啊。真的不会。委员，您今天有这个顾虑，我想有这个顾虑的也不止您一位。前几次质询也有委员也表达类似的顾虑。那很好啊。所以这个顾虑，我想总统也一定看到、听到。再加上我刚刚跟您报告了说，以这个为政者该有的认知，其实应该不会做这件事情。我怕马总统没有院长你讲的这个高度了。我另外我要来请教院长，就是说，你晓不晓得、啊、这个航空公司复兴航空？我看他出事的 ATR 的一个机型啊，有很大的问题啊。我们也看前阵子在基隆河上面啊，整架飞机这样子给摘下去了。我想请教院长，就是说你晓不晓得我们华航打算跟复兴航空购买或者承租 ATR 跟A330这件事情，我不晓得这件事情。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哈，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事情就大掉了。说明一下有没有这件事情？你是部长，是。你看你偌无人缘投，你做部长做到我唔捌你，是你来检讨啊，我来检讨。当然了，在施政的过程里头，只要做就对了。嗯。刚刚我本席提到最后的八十天了。很多事情你可以去做，但是很多事情你可能就必须要去慎重。我定了，
我来请教你，102年到103年，华航赚钱了钱？对，那几年确实是亏损。亏损哦。对。啊，104年呢？是有盈余。你敢知道那些盈余？当然我也了解，跟油价也有关系。是因为油价大跌，他赚钱啦。是。我看到你曾经在那边大吹特吹哦，讲华航你偌高哦。我要来请教的就是说 ，ATR 的一个机型前阵才出事 ，A330 的华航已经有十几台啊，为什么要再租，或者说要去买？这件事情你晓不晓得？我跟委员报告，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一类的资料，所以确实现阶段里头他们有没有这样计划，我还要了解。今天我跟院长哈，我跟你提出一个警告了，我相信部长你也好好去查一查啦。现在的华航的董事长就什么人？孙龙翔。孙龙翔。这个捌做过复兴航空的总经理嘛，对吧？那是早期，非常早。很早期。对，在今年的1月份，跟复兴航空公司的董事长两个人参叙，然后去指示华航内部单位研究购买复兴航空飞机，而且要在520之前签约。我定，这件事你的看法是什么？我想任何的一个重大的决策一定会经过董事会不可，而且他的这些相关的报告也会提到，那么他的上级的捐赠的单位里头，像航花会里头还要再 double check 一遍，所以这一些不是私底下运作就可以通过的事情。魔鬼啊，常常就是藏在这种小细节还有莫名其妙的参会里面。华航本身有那么多的飞机，华航本身的 A330 的执行率不够高，还有剩余的一个运能，更何况不定华航还有去买 A350 的，对不对？今年跟明年要进来几架？各委员报告，这个都还在评估当中，找国际的顾问公司还在评估当中。为什么会想去评估这个案子？你要给我个理由。华航它总是要有汰换机型的时候，而且尤其它要考虑到国际间的航线，那么区域的航线的发展，所以它的机型的处理，它要有一定的每一年期都要有一定的评估啊，这很正常。从国际的航线 ATR 很正常、啊，你底下出代志 ，A330 家己有十几台。今年到明年 A350 要再几百，结果你现在去评估，要在520之前，这个部分我跟要把复兴航空这些 ADR 去给它买回来，去给它租回来。院长，这件事情你的态度是什么？这个我跟部长都不知道华航有这个计划。我跟你讲嘛，是对，现在委员提议后，我们当然回去会去了解，我们回去会去了解，把这个详细资料调出来看看说。这个需求是什么？但是 A330 跟这个 ATR 其实航程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一个是区域的、哦，一个是远程的。所以其实我想啊、哦，这个委员您刚才提到说还有一个520的压的日期啊、哦，这个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应该不要压日期，应该有客观的技术评估啊、哦。所以第一有没有这件事情？那需求是什么？这个都请交通部会去了解。所以啊。在520之前，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你底下这个团队有些人乱搞，这些都是民脂民膏。对，假使有这件事情，要谢谢委员提醒我们有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就是回去马上了解。你当然告诉你一定要给他谢谢，这都国家的钱呢，华航这嘛国家的钱呢，去租、去买，不去做评估。输底啊，残回咧敲这个代志，就简单啦，院长。这个就是在传达一个讯息啊。这些人我咧想啥？我已恐刷了，在520之前，先把这些给部署好了。520要走人了，大家都有地方去了。
他们的旋转门条款全部都中像鬼了，所以我要求院长这件事情要特别去注意啊，一定。我刚才已经承诺委员说回去马上了解，然后那个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那也不该压一个520，应该是客观的技术评估，要评估多久就评估多久。我也建议啊，政府应该去拟出针对飞安记录不良的航空公司它的退场的一个机制啊，并且在520之前避免华航集团有金额过大的租购机的一个计划或采购的一个合约。我们也希望交通部应该去加强对所有航空公司的飞安跟机场第一线的定期查核的一个工作，这个才是去保障国人搭机的安全的问题啊。至于底下这一些当官的干过党董事长干习惯的520之后他的一个去处啊，一定否定，这个都不应该在考量的一个范围里面啊，本来就不应该啊。对，这个我们完全同意委员的看法。院长，最近呢，尤其是今天我看的媒体的一个很大幅的一个报道，就是我们那个中烈祠啊，民营这件事情啊，我不晓得院长你清不清楚，可以进到中烈祠里面呢，大部分是要具备怎么样的一个资格？应该是相当高的标准。对。东征啦，北伐啦，抗日啦，剿匪啦，什么讨逆啦，啊，特殊的重要。那个保定各位要公布掉，让去中烈祠的无条件。不，跟委员报告，中烈祠的条件是作战阵亡的国军将士，还有一些文职的人员。这不只是东征北伐、剿匪抗战，包括保卫台湾、823、古林头，一直到现在的都。摆在中烈祠里面，这个很好，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去做一个特殊的一个表扬，对他的一个尊重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啊。但现在在讨论的就是说，要不要开放民营这件事啊？报告委员，这个我内政部有在他们在评估的时候，国防部只是在审慎研究，就是说中烈祠有它的庄严性，我们不是反对活化，不是反对促餐。是在讲说这个要怎么两者兼顾。应六，其实我反而觉得这个 idea 有创意，整个配合整个国家的一个政策，怎么样把这一些公有的服务民众的一个设施啊，让民众去更接近或者民间来做一个参与，本席不认为是一个坏事，但是啊，可能国人同胞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你那个民营了，哎，要不要收门票？我定有今晚爱收门票，没有。促餐整个我们现在，我说现在、现在不要，现在不要。是啊，那、你开放民营以后呢？这个以后要规划。我觉得说以后可能部分要收费，但是。基本上民众现在能够免费去看的这个范围，我觉得应该要给予某种程度的保障。所以我看院长对这个我们整个中烈祠啊，他来你改为民营这个，当部长是比较保守，哎，院长是很开放，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啊。我个人觉得基本上这是一个可以去好好想一想。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啊，甚至我看美国的五角大厦外面呢，那种保全呢，五角大厦在美国看来，在我们看来啊，那个多严谨的一个军事设施啊！我觉得12年我们去的时候，那外面全部都是请保全啊，所以这个保定绿道，咱们欢乐哎，我看欢乐的是你以为收钱收了收多，人不爱去啊。报委员现在没有收钱，我们也不是考虑收费的问题，是其实是中烈祠，我们国防部考量它有它的一个庄严性，我们只是说在促餐跟庄严性之间来求取一个平衡。所以赵院长跟部长对整个中烈祠，他来让民间参与，
那这个方向是可行了。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啊。不对嘛，你现在说在研究，一定你说是表达乐观其成、开放的一个态度，那就给他加速啊。他现在是在评估阶段。现在整个行政院给我们各部会啊，两个部会在讨论的时候，他现在在评估的阶段。一定完了。委员说要加速，但我现在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个评估的期程啊，什么时候做到什么地步。只要这个评估的够周延啊，那个速度加快一点，不影响这评估的周延性，基本上也是好事情啊。院长，其实我从这三十分钟里面啊，你的答询里面啊，剩下两分钟啊，我有一个感慨啊，就是说最后一任在马政府的行政院长的一个人选里面呢、啊，你是非常特别的。为什么说你是特别呢？在所有的行政院长里面，在马总统这八年里面，你获得的掌声其实是算是最多，但就非常可惜的，哪怕你再多的掌声，你准备着刚。那从刚各部会里面，在答复本席里面，我又似乎看到了院长对你底下各部门的所有的重大的一个决策，你未必会掌握的一个精准。所以你有在八十天里面，这些时间，这短短的八十天里面，你也可以放手去做了一个空间。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很担心的地方，也有可能在这八十天里面也有很多会去被蒙蔽的地方。就说一定你要很谨慎，我甚至于很想再提醒你，这短短的八十天里面，所有的重大政策，一个政策形成以后要去做以后，配合的全部都是公帑，一定更是一定要钱。我大胆的跟你提醒大家，国发基金你要特别注意。好，谢谢。你要特别去注意哪一个部分动不动就牵扯到国家的资源，去预注到私人或者说一些不当的一些投资啊。院长，语重心长跟你说，这一块啊，中国国民党最厉害，不管从管中民，或者说从在更往前面的，甚至于可以玩得很厉害的，我们从刘兆玄底下，甚至于很多国民党的大佬徐立德，还有高玉仁，我给你点点，你好好去看了，在国发基金，动不动就拿去乱投，这个部分一定嘛，关键的八十天呐、啊，好好去把关。国发基金我在副院长的时候还有科技部的时候稍微有看过，其实到目前为止绩效都还可以。注意去想一下，一定。但是委员提醒哪一些东西是乱投的，特别要去注意了。这八十天里面呢、啊、妖魔鬼怪啊，很多会借着这个急迫的时间呢、啊、短暂的时间里面呢、啊、兴风作浪啊。我是足替你烦恼啦，一定嘛，牵涉到钱吼，牵涉到关系吼，大家开始拢在找关系啊，可不可以做一个宣誓？什么样的宣誓？我来跟你提醒一个怎么样一个宣誓？刚才跟委员回报了，说我们会特别注意过去的绩效不差，那我们会特别注意，只要我们看到，尤其是。副院长是从国发会过来的，在那边的情况非常了解。委员这边也有一个提醒的管道，提醒了我们都会特别去注意。那个内部、外部就是我刚刚讲委员的提醒管道，我们会特别注意啊。所以我们在八十天任内不会让不该通过的案子通过。如果委员是要这个宣誓的话，没有问题啊。因为感谢应定了。最后一个问题要来请教，跟你俄罗斯了，我嘛感觉。没给你一个最后问一个机会，答复的机会也不行。
之前你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啊，你曾经当初你去答应行政院长陈冲入阁的时候，谈的讲说是四年了哈，做戏当了，那实在是官场生涯，你在那边画下一个八十天后要画下一个休止符，讲要去华联，你讲华联有一块地已经买好啊，受封哦，有影无影？我在啊，你今天养种田啊？你今天养种田？我种一些树。我问你养种田没就要扫一个？啊，就讲话讲。我讲你养种田没啦？我种树，种水果。好，谢谢庄委员的质询，谢谢张院长，现在请。